今天来做个韩式的生辣呛蟹，一定三百嘛？对呀对呀。等下，你拿给我对，拿给我对。等下进点啊！我进点了。螃蟹啊螃蟹，你怎么偷喝阿嬷的高粱呢？好，喝醉了。好啦，我们来清理螃蟹咯。首先螃蟹买回来，我们用冰块把它冻晕，然后用牙刷把每个地方都刷得干干净净的。刷干净之后，我们来分解螃蟹咯。拔掉中间的蟹脊，然后把螃蟹给分开，接着我们把中间的口气跟心脏给剪掉，还有两侧的三帮子也把它处理干净哦，这些都是不要的哦。接着把螃蟹壳中间的胃给拔出来，接着来做酱汁咯，韩式辣椒粉、酱油、味淋、高粱、柠檬原汁、姜末、蒜末、朝天椒、辣椒，给它拉拉拉拉。我还喜欢加少许的麻油。接着把螃蟹腌制入味之后，我们的韩式生辣呛蟹就上菜喽。阿嬷来夹螃蟹喽。